东王桥啊！哇，今日星期六，够晒塞车啦哇！呢間嘢縮咗入去，外咗一門面。咁啊，賣嘅都係一樣嘢啦。真係唔敢行長江超市，睇下幾多人排隊啊，過都過唔到。真係生意滔滔啊！实在太热闹啦！呢間雲吞妹幾好生意，生意做起嚟咯。咁啊，佢有啲位喺出邊坐啦，所以幾悠閒嘅。而家 main 街嚟，正宗又大王啦，行出去就花城 main 街。哇！呢度開一間做運動嘅喎，真係大投資啊，幾靚。哇！秋天嚟啦，睇下啲葉全部旺曬啦 ，man 雞。哇！呢度好，呢一處咧就冇咁多人咯，明顯睇到嘛？哇！八珍受八珍咁多人排隊嘅，去賣嗰、那個賣嘅賣煎餅果子，哇！超多人。香港超市家好运来，哎呀，入面嘅生意麻麻地啊，打晒蛇饼，因为啲车唔可以直行，只系右转。嗱，呢个抽牌啊，都几多靓车啊！嗱，呢个靓仔唔知咩事啊，俾警察抽牌啊！
乡下咪加特加金菠萝特加，得啊得啊得啊！又行翻嚟咩街头啊，罗斯福大道啊，过马路过马路，又大镬嘢！不喜欢不做。Amy 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给我一个牛肉的，四块钱，牛肉饼4蚊鸡啊，牛肉饼啊，今日下昼咧就系呢个饼应付啊，花城太热闹啦，小巴忙到不得了，咁啊呢度咩街都有一间噶。